诸位请合掌。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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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本愿法。无上甚深本愿法。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弥陀真实义，愿解弥陀真实义，请弘照阿弥陀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经说了说，证明啊，咱已经探到甲第二关。四分义，四分义，咱探讨过一段重点啊，用来看公大献国的疏文，请大家啊，用归经本啊，九十二页第三行啊，疏文处应世尊一见夫人，供求净土，如来即方弥干公。叫十方国，以供列国，翻来顶上化作金台，如须弥山；如一言书，属须弥山。此山有色相阔，所有佛国，并以中现，种种不同，庄严有余。佛心列国了了分明，加彼威体。真该得见，好，先看下遮。这段文是善大师注解《观经公大献国》的经文。那么后边也有一个问答。那么怎样讲善大师在《观经》出来说所开始的这段话意思，必须爱看头前《观经公大献国》的经文。即容易明白吼，啊，请先甲头前经文，公大献国的经文。你是世尊奉弥干公，其公金色遍照十方无量世界，凡诸佛顶化为金台，如须弥山。十方诸佛精妙国土，加以彰显，佛有国土七宝合成。佛有国土顺其莲花，佛有国土如住在天宫，佛有国土如玻璃镜，十方国土加以彰显，犹如一顶无量诸佛国土严显可观，令威体虚见。这段观经的经文叫做《公大献国》啊，威体夫人不落阎婆的作恶事啊。要求生的清净的国土，啊，不愿见到恶人，不愿听到恶声。世尊呢，非常慈悲，一心通道理啊，在弥干奉公。世尊的弥干啊，有别号，这是三十二大人上其中之一。对弥干奉公啊。光明是即蒙金色，遍照无量的世界啊！凡诸佛顶，就是光明呢啊！凡诸的佛的头顶啊，化作个金台。那个金台的这形状呢，亲像须弥山啊！十方诸佛清净。奥妙国土，拢伫佛的光明金台之中，一一啊出现。为个国土呢，啊是七宝合成，代表呢就这种的国土啊，啊非常尊贵啊。为个国土呢，顺时莲花代表这种的国土呢，啊是非常的洁净。为国土如住在天宫，
自在莲宫呢是欲界第六天，他话自在天的宫殿啦。对欲界来讲，他话自在天是上快乐的所在，所以为国土如自在莲宫，就是伫咧讲这种国土啊，非常快乐个。为国土呢如玻璃镜啊，玻璃做成的镜，也就是水晶镜。不是窗仔门玻璃迄种玻璃哦，千万不改哦。为骨头如玻璃镜，就是讲这种骨头呢，是非常的明艳啊，哦。为骨头呢，如西方游乐世界啊，为骨头呢，如东方琉璃世界啊，为骨头如道顺顿因净土世界。总之十方无量的国土啊，一一在世尊的光大显国之中啊出现，犹如是等无量诸国土啊，严显可观，令威体虚见啊，有无量无边诸佛的国土啊，庄严明显，非常的鲜明啊，可以令为的是夫人啊看得清清楚楚。威德夫人是凡夫，凡夫众眼可以对世尊光明化作金台如须弥山之中一一清眼的观见，无量无边诸国土的庄严明显。经文咱看过啊，有需要深入来了解经义。如果看过，不了解经义，那真难受用。而且呢，要对净土他的思想建立真实的信心嘛，也不容易。对光大显国这段经文，咱可以进一步来探讨：为什么威德夫人以凡夫众眼可以亲近无量无边诸国土，清净庄严、微妙快乐？是威德夫人自力之能吗？不是，是如来世尊威神加持。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说明，威德夫人是靠释迦世尊的奋力加持，令威德夫人目睹无量无边诸国土清净庄严。如果不是释迦如来光明加持、威神加庇、威德夫人自力无力，可以观见十方无量诸佛清净国土，如同你我是凡夫，凡夫众眼不能见，所以你我不能亲眼目睹诸佛清净的国土，你我也不能亲眼目睹诸佛菩萨的清净妙心，咱无迄个本事。为什么？因为无佛力甲咱加持。那假使讲现在世间世尊也住世，上弥勒佛，咱想要看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国土，不然。咱这样呢啊，坐飞机去印度，请世尊给咱加持，给咱的亲眼目睹西方极乐世界啊，现转的以世尊的佛力加持，给咱看看自己到底将来往生去的所在是布陀或华陀，那华陀到底是伫叨一片？看到自己伫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的莲花是非常的陌生，光彩也是呢非常的黑暗凋零，安尼就知影自己将来啊要去的所在。但是因为世尊的涅槃，所以咱只能对善导大师或者其他祖师大德的伟大著作去了解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的道理。对世尊在佛经所开示的明白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的道理，所以这段
公大兴国的经文啊，现在大师讲啊，出名世尊已见夫人，供求净土。如来就奉弥干公啊，教十方国。为什么释迦如来伫弥干奉公？因为为了夫人有厌离娑婆心，求净土的心念之心，参净土教啊已经相应，所以修学净土法门的人。上根本的除了念阿弥陀以外，爱有厌离娑婆之心，心求极乐之愿，这是七愿。啊，有愿，有行，行就是念佛，愿就是求生。请问诸位，如果你一生念南无阿弥陀，会当满足你的心愿，第一，让你天上做仙女；第二，让你西方极乐世界做菩萨。请问你要去做仙女，还是要去做菩萨？听这声，敢那菩萨袂用啊？要做仙女，也是要做菩萨？做菩萨，当然做菩萨啦。天上的仙女也是有生死轮回，无究竟。但是不幸的人都有现在人天果报，所以世尊在阿弥陀经一再劝勉咱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世尊在弥干奉公教十方国。代表对中道流出诸法，也就是讲，为了有人以毕业离娑婆心求净土，已经参大乘佛法啦相应啊，所以世尊为了有人演讲观经，所以观经是大乘的教法，观经到最后，世尊的教导正觉行者念佛，并未教导正觉行者观想，所以念佛的法门确实是大乘。大乘以利他为先，小乘以助利为先，所以世尊啊，奉弥干公教十方国，意义非常的深远。以功立国，宽来顶上化作金台，如须弥山，如即言书，属须弥山。须弥山呢啊，叫做妙高山啊，是四宝所庄严而成，金。严流利波利，是不是庄严理想啊？所以啊，弥陀信息如金山啊，这句话现在大师所讲，金山呢，就是须弥山啊。那么须弥山的形状呢？现在大师的说文讲出来，出山腰石相阔啊，须弥山的这个山腰呢，真细哦，啊，山顶呢，真阔。跟一般的山的形状啊不太一样，一般山的形状呢就是啊底部很宽广啊，啊越上面呢 啊越尖窄，但是苏弥山不是安尼，上面呢、啊、非常的宽广啊，腰部啊很细哦。所有佛国并以中现，那么为什么世尊要伫公大兴国，令伟大的夫人亲眼目睹？是否有这呢？一个清净的国土，看你想要求生倒一个净土，你家去选啊。种种不同，庄严优异啊。虽然呢，净土啊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哦。庄严还是有异啊。一边说文呢，现在来说的公主为的幽灵是安怎当依法护。亲眼啊，目睹到十方无量清净国土，佛性立国了了分明，加被伟大境界得见，有无？所闻现在大师讲了真明白，四句话，得点出伟大的夫人，令凡夫众眼目睹诸国土的原因，佛性立国。释迦如来以神通道力加持伟大幽灵，诸伟大幽灵众眼目睹诸清净国土，了了分明。加比伟大，加是加持，比是加比，两字实际上是意思拢同款，分力加持。所以令伟大幽灵呢，真该得见。境界得见就是形容伟大幽灵对无量诸国土的清净庄严，一一拢看过啊。但假使讲诸佛的国土有210亿，这么济，
非常有人拢从两百一十亿诸佛的国土，以凡夫情感多见。伊面啊，现在大师先一个问答：问我为地上者，为我讲说无有之处，佛经何故不为讲说，乃为金代普贤者，有何意啊？答我：此将如来密意啊，连为地发言地者，这是公开净土之门。六位之中说，穷彼不见，心有地歇，时一一显现，对彼眼前，心彼所思，随心自算。小大师在观经师了说，说这个问答嘛，实在开始了太好，做事才真有学问，真了解呢世尊的佛意，所以啊。观经师了所内底，只要设定问答，拢是为着要对经义更深入的解说，同时也要帮助咱看到观经师了所更明白观经的真义。为地有人呢，上请为我讲说无有之处，就是为地有人啊，希望世尊为讲说。无忧愁、无苦恼的净土世界，伊无爱阁待伫即个作恶的世间，无爱阁看到恶念、听到恶声，因为被业主阿多舍太子的苦恼啊，所以啊，要求生清净的国土，所以为地有人求生无忧愁、无苦恼的所在，世尊。为什么无爱一一讲台为伟大与夫人呢？宣说祝福国土的清净庄严，要伫个讲台之中普现祝福的国土，有什么用意啊？答案：此将如来密意啊，如来有真深的用意啊，或是一个智慧圆满的人。只有妙观察地，观察众生的根器啊，根基道教啊。为什么这个世尊无爱呢？亲口宣说，以神通道力啊，广大显国。因为世尊上了解众生心，众生啊听几啊遍，反正也未相信，看一遍就相信啊。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百闻不如一见”，听一百遍啊，确实看一遍。甲伊讲阿弥陀佛的慈悲，伊听真济唔相信，哪有可能？哦，阿弥陀佛慈悲对众生救度，无论哪哪听也真难相信。啊，梦中的梦见阿弥陀佛，伊相信啦。虽然是梦中所见，伊相信。所以香港举办佛七，每天在佛七之中向大众开始净土大师的净土教法。我就问来参加佛七的信众，恁有人暗时休困的时阵，梦过阿弥陀佛、也观世音菩萨、也大势至菩萨无？有两三个举手。我问伊讲，恁有梦见佛菩萨的人，是毋是伫梦见佛菩萨了后，对净土教理比无梦见佛菩萨的时阵，较容易相信，因拢点头对。伫梦中呢，梦见阿弥陀佛啦，再过来看佛经，伫咧讲阿弥陀慈悲救度，真相信啦。所以，这就是众生心啊。我们呢比较相信我们的眼睛，比较不相信我们的耳朵。耳朵听了好几遍阿弥陀的四十八愿，伊唔相信呢。我经常到国外去弘法，有一些呢刚接触呢净土教法，他所问的问题，确实你会觉得说，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也在问？因为真的有人很不懂的净土教法
大陆福建有不少刚学净土法门的人，啊，这一次啊，他们有50多人呢，到香港我们本愿寺的道场啊，参加佛七。师父在讲经啊，通常都会利用一点时间啊，令大众啊提问问题，这样啊，双向式的交流啊，对大家呢啊，破疑生信，建立对阿弥陀真实信仰啊，帮助比较快。结果有一个啊，住伫大陆福建石狮，一个年纪也无讲真大，应该是差不多伫50出头个呀。如种菩萨啊，伊爬起来问我，请问圣元师，阿弥陀是发47愿啊，48愿？我讲48愿呐，你敢无伫咧供修呢？啊，参大众唱赞佛经，阿弥陀心金色，相合光明无定论，别个婉转五思明，甘木定清四大海。功德化无无所益，化菩萨像也无边。48愿度众生，九品含量定彼岸，是48愿，不是47愿。伊个问第二个问题，我就差一点仔昏倒在地了。啊，请问圣元师，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九品啊，8品？啊，你有法甲讲？实在是对佛法唔捌的人真济，啊，所以身为教化师，大家愈认真愈付出，因为太侪人唔知影。我妈来西亚弘法，啊，刚经说，一对阿公要倒转去，哎，太太呢，临走之前问一个问题，啊，我煞唔知要安怎甲应较好咧。一足简单的问题，但是竟然啊，是佛教徒问出来。请问圣元师，我明仔早几点开始才当念阿弥陀佛？我讲你应就会当念啊，你现在就会当念啊。好，啊，唔是讲早是几点念，后才开始念啊？念甲暗是几点安尼？我讲，你来上班就是安尼啦，早是8点上班，下晡是5点下班啦，吼。啊！若念阿弥陀佛的修行是无咧分上下班的啦。啊，8点进前还未上班，所以未使念佛。好，啊，即马5点下班啊，唔免念佛啦，唔是安尼。善导大师甲咱讲，时处自然，拢念阿弥陀佛；行住坐卧，拢念阿弥陀佛。哦，啊，随时拢念阿弥陀佛，拢可以，当然可以啊。哎，我咧用较趣味的口气。跟他说，你马来西亚这个地方有统一超商吗？ 7-11 有啦，虽然不说全普遍也是有啦。统一超商营业是不是24点钟？他说是，对，就是半暝原来有在营业。我就跟他说，阿弥陀的救度就是 7-11 24点钟，你拢可以念佛。换一句话来讲，24点钟任何时阵下步，阿弥陀拢会现前。阿弥陀敢无咧困中道？无，无咧困中道。啊，阿弥陀佛咧救度24点钟诶，随时有人下步，阿弥陀佛的现前跟应超，都是安尼。这些呢，在我们认为好像是幼稚园的问题，可是确实有人问出来，就是因为不懂。所以，我们如果把善导大师的观经书好好的探讨研究，然后去告诉一些对净土教法不是很深入的人，那么知道原来净土的教法就是这样，他们的心中就会比较安心、自在、快乐的念佛，出窘如来。意念呀，啊，世尊为什么啊？啊，不说离公台献国，就是要为了有人眼见诸佛清净的国土，消除心中的疑惑，随着伊想要往生倒一个佛国，由自心所选，连为的发言地切，这是公开净土之门啊。为了有人地请世尊，所以世尊公开
净土之门为伟大如林讲说广经十六教法，六位即总说恐比不见心有地业。哇，这段话，善导大师讲得太好了。善导大师就知影讲，以凡夫如伟大如林，要相信有清净诸佛国土，世尊若无一功大显国，令伟大如林清净。敢若听到世尊讲诸佛国土的清净，内心恐惊，也会智惑，也阁有疑惑，敢有可能？阿弥陀佛的西方清净国土，一定不染大地黄金菩提。我捌安尼讲讲，有个也无看到净土经论的人，伊会讲：你是咧讲卡通哟？伊唔相信啊！唔相信啊！啊，有个初听到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庄严嘛，迄种心怀疑啊，实在讲啊，真济。有听来讲讲，西方极乐世界唔免上班，不属应作，属依得利，属实得失。啊，伊唔相信，伊讲啊，西方极乐世界啊，免做工过倒头食，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唔相信。啊，所以，咱当然相信佛经圣贤量，啊，相信净土大师伫观经书上所讲的，吼、哦。所以啊，世尊知影为地有夫人，亲眼目睹者将疑心消除，所以一显现对比眼前，让他呢自己呢亲眼的目睹十方清净的诸佛国土。你想要求生哪个国土，你自己选择啊。信必所需，随心主算，信的信念啊，信任你所要求生的净土世界，所以你的自心的选择啊，虽然讲随心主算啊，但是实在是因为佛力的加持，令伟大夫人所算，也就是有释迦世尊的引导加持。用伟大如林选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下面的经文就讲到伟大如林选择啊，是伟大以别佛言世尊，是诸佛陀随佛清净加有光明，我今六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这段经文就来说明伟大如林啊！啊，清净无多的诸佛的国土虽然拢真清净，啊嘛真光明。但是为地夫人呢，要求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观经经文呢，世尊用六生这两字来形容为地夫人发愿要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心。什么叫做六生？六生就是为地夫人要西方极乐世界心情是非常的快乐。经文的每一字、每一句，它的意义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当我们深入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依教奉行。所以注意，如果明仔就是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心情是快乐还是痛苦？快乐。快乐的。是真的吗？真的。哦，啊，不过明仔就要死啊呢。是啊。啊，明仔就要死啊！安尼你的心情真快乐吗？当然咯、哦。如果你啦真正真快乐。你就是一心要向往西方极乐世界，所以经文呢讲，为地有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六生，我非常的快乐，想要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这个娑婆世界痛苦，西方极乐世界快乐。因为这娑婆世界有恶人，西方极乐世界无恶人。这娑婆世界有恶声，就是有恶人咧做恶事之声；西方极乐世界无人咧做歹代志，所以无恶声。啊，相对之下，当然远离娑婆，寻求极乐，对不对啊？就如果我们在台湾，有时候会感觉到政治不安稳，然后治安不好，有钱人就会想要移民到美国纽约或者旧金山，或移民到澳洲，到加拿大，到纽西兰。如果我们这边的政治、经济、治安，生活样样的都非常好，真的如美丽的宝岛，我们会想要移民吗？根本不可能。
你要讲咱伫即个世间，未经历生老病死，大家拢活得真快乐、真健康，长生不死，不死长生。我看无人要厌离娑婆啊，嘛无人要寻求极乐，对不对啊？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咱看到这段《我今六千叫做世界阿弥陀佛说》啊，咱会知影讲，为第一夫人，伊选择要去西方叫做世界，是替咱选择的。所以，对于这段经文跟圣道大师说文的开始，咱会当会得到以下几个结论。为第一夫人，伊亲眼目睹着十方诸佛清净国土，伊选择为西方极乐世界，对这会当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诸佛净土中第一，对不对啊？如果你是为第一夫人，你看到诸佛清净国土，你会选择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的吗？会啊，袂吧？你一定会选择第一的。从人性很自然的心理来做推敲，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凡夫很容易去得了的世界。为什么？为第一夫人替咱选择，为第一夫人是凡夫，为第一夫人也选择一个凡夫去得了的净土世界。如果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佛的世界当中第一，但是要去的条件真高，那一般的凡夫根本都无往生的要件，所以是西方的凡夫当中会当去的无几个。那么为第一夫人哪有可能要选择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因为这个世界再怎么清净庄严美好，我要去可能了，没有什么希望。那当然我不会去求生，我不太可能希望往生的净土世界，我一定会求生我绝对去得了的净土世界嘛，对不对啊？那为第一夫人也选择西方极乐世界，表示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凡夫真容易往生的净土世界，有缘必生。所以往生论主谈论大师说，有心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往生，有缘必生。所以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实在是非常的殊胜，也非常的了不起。那么第五梁修经讲，令我作出国土第一奇种奇妙，道场超绝，国如泥丸，离无顶霜，也是在咧显示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国土，十方诸国土之中第一。而且无量寿经又讲啊，求国土清净庄严，超如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中经，确实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世界中第一。像大师也伫往生礼赞讲，四十八愿庄严起，超诸佛刹最为精。像大师所开示的参无量寿经世尊所开示的讲义数啊，四十八愿庄严而成就西方极乐世界，超过诸佛净土世界啊，非常的殊胜。啊，为第一夫人啊，选择要西方极乐世界，用意非常深远。代表呢，凡夫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容易啊。代表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人人都去得了啊。代表呢，西方极乐世界是第一精妙啊。代表阿弥陀佛的愿力的是超胜，因为诸佛的国土虽然参阿弥陀的国土清净、庄严、美妙、快乐同款，但是诸佛如来无亲像阿弥陀佛，伊名号对，一生念三声、五声、十声的人，绝对救度无，佛力道动，但是愿力不动，因为愿力不动，所以广度众生的法念就不动。在咱了解阿弥陀的慈悲愿力，以第十八愿对十方众生绝对的救度，当然咱的根据第十八愿应愿文修哈，正悟地佛十方众生自心信乐，若生我国乃至十殿，若不生者不出正觉，为令我业诽谤正法。所以
对这部来讲，就是因为阿弥陀的四十八愿其中第十八愿愿力超胜。对于部来讲，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是讲诸国土之中第一精妙。对于众生啊，求生来讲，十方下落的众生，乃至自作五逆十恶之罪者，临终的忏悔、回心转意，故得先知识的宽免安慰，接受先知识的引导，称念十声一声阿弥陀的圣号，都令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品下生。阿弥陀佛的大悲心愿，不放弃任何的众生，特地呢显露伫观经，伫下品下生参伫这段殊胜义的心经言经文，经文啊前后融会贯通，咱可以得到这么宝贵的结论。所以，既然十方清净国土拢真庄严，但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上容易往生，我往生得了的。当然，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诸佛之中我念南无阿弥陀？因为诸佛之中唯有南无阿弥陀，伊名号对我绝对救度。我念一声、十声、百声、千声，声声拢有阿弥陀佛要救援愿力伫内底。亲像子女有困难，叫一声爸爸妈妈，恁身为父母的人，看到囡仔伫咧叫恁啊，伊有困难啊，你会去协助伊袂？会啦，甚至唔免囡仔开嘴，你知伊个困难，你着主动帮忙伊啊！啊，父母是子女的不亲之友啊，佛菩萨是众生的不亲之友啊！啊，所以当然，韦德夫人选择西方极乐世界是明智啊，也是代替注意你我选取的啊！啊，下面看第三段疏文。是第二呢，第九十四页第二行，九十四页第二行。此名弥陀本国四十八愿，愿愿皆发正常圣因，以因起圣行，以行感应圣果，以果感应圣报，以报感应地乐，以乐显通悲患。以悲化掀开智慧之门，连悲心无尽，智也无穷啊！彼地相应，就公开甘露，因诸法轮破裂群生啊！诸以经典劝诸弥陀，众生真心，皆同积集有处因缘，地主如来密遣夫人别算了。这段说文是善导大师在咧解说。经文五经六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意思，弥陀本国四十八愿，对他国来讲，阿弥陀的西方佛国的叫做本国。那么阿弥陀的西方佛国，就是由法藏菩萨所发的四十八愿所成就，愿愿皆发正常圣因，一一的誓愿啊，该发出呢。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殊胜受因啊！哦，那么已经起圣行啊，已经起圣行了，不可思议！调在应劫广修六道万行。那家的法藏菩萨这边来讲，愿四十八愿，法藏菩萨所发的行六道万行，法藏菩萨所行。那么成就了你各何南无阿弥陀？就做咱众生往生因的修行啊！因我大祖的文章讲，以各地各做因地心，地数啊啊，应该各海各贴因缘。虽然佛号是我们的修因，但是佛号是弥陀的果结德号，所以佛号的万行万善的无上真实功德，成了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菩提种子啊，所以果中就有因，因中也有果。好，譬如托导林花生米啊，我们如果把它种到土壤，让它生根发芽茁壮开花结果，
罪力化生米就是因，但是罪力化生米同时也是果，是由以前的花生米而生根发芽茁壮开花结果采收的，所以才有现在的花生米果实。所以咱众生的心中也是如此，咱用这句话南无阿弥陀佛的歌角之德和六力作为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恢复本觉的受因啊。所以念佛的当下就是转迷成悟，破迷开悟，念佛的当下就在迈向西方菩提，念佛的当下就在与弥陀相契相应啊。所以念佛的当下，阿弥陀佛的功名较遥，说咱耶阿弥陀佛哪来那亲，哪来那近，我们在阿弥陀佛的光明摄护之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在当下。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并非是说现在千念万念啊，求临终的正念，然后才感召阿弥陀佛现前。事实上同样一件事情，你用另一个角度来体会真实的净土教法，是因为咱平常是念佛啊，听闻阿弥陀的本愿道理，咱平常是修行，所以啊，祈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紧。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趁着他的第十九愿，就临终接引念现前来迎接我们。所以，我们从平生到临终，一直都在弥陀的愿海之中。当我们亲眼目睹了阿弥陀佛现前，我们呢睹见阿弥陀的真身妙相啊，我们就知道，原来我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实在就是伫以前的平时决定了。啊，现在只不过时节成熟了，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缘具足了，我离开娑婆世界的因缘呢具足了。换句话说，我的生命即将呢要了尽了。换句话说，我即将呢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菩萨，就是这样子。犹如花生米，把它种在土壤里面呢，经过施肥、灌溉、除草啊，阳光的射受啊，三个月甚至半年之后，啊，花生米经过呢生根发芽、茁壮开花结果，那有了花生的果实采收啊，啊，不可能说我们今天把花生米种到土壤里面去，明天呢就马上有花生的果实采收。还是要经过两三个月乃至于三四个月半年左右，赶快的意思嘛。有人问我说，请问请问说，啊，咱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有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愿意行的祈求还是怎样，咱还在这里，哪会无现在的往生啊？这是这一次的六祖师的一个出家众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咱现在念南无阿弥陀，现在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咱信仰阿弥陀佛的正业行者而言，当然是法力充满啊。但是啊，不明就理的人、无念佛的人、无修行的人，甚至唔知影呢，这么自在、快乐往生、内涵，人都唔敢念佛。哎呦，那某咪人去目屎方圆念佛观念佛啦，去念佛很死啊！人家一定就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对不对呀？啊，都一看到是死啊！因为呢，在心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啊，当然了，我们懂得阿弥陀的慈悲，愿力解脱的救度，但是我们在人间还有业报，还有生老病死的人生历程，嘛不是讲今仔日我来进入阿弥陀佛的方圆门，称念南无阿弥陀，我就很要死啊！啊，如果是安尼，对咱来讲，咱就很欢喜的。非常欢喜，终于呢，入下娑婆心顶极乐。但是人讲，哎呦，千万唔好去学迄个阿弥陀的本愿，迄随念不随死的。这一种啊不正知不正见的话就会流传出来。所以法藏菩萨以因起性行啊，以行感应性果，以果感应的性报啊，以报感应极乐啊。啊，这一段文呢，就讲法藏菩萨发愿修行，成就西方极乐世界的意思。啊，以乐天通彼法，以彼法掀开地位之门，
连比心无尽，地也无穷啊！比地相应，就公开甘露因诸法论啊，破裂群经啊啊！这一段话是诸佛如来啊，阿弥陀如来啊，都是从大悲心啊，称性起用，怜悯众生苦。那么众生苦就成为诸佛如来大悲心升起的最主要原因。因众生苦，你去大悲心。如果没有众生苦，佛的大悲心啊，就没有起用的因缘。就像我们看到一个乞丐很可怜的，腰三天没他吃，饥寒交迫的时候，你看到他，你家里有一锅饭菜，你会不会呢？盛一碗饭菜呢，给他吃，会不会？我想一定会。为什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这是孟子所讲的。反复呢，咱就这种恻隐之心，何况大慈大悲、正悟法性的诸佛如来呢，一定不忍众生苦嘛。所以阿弥陀佛公开甘露法门，就是用弥陀本愿之妙法啊，对众生的助论。阿弥陀佛的智慧犹如光明，我们众生的愚痴犹如黑暗。光明的作用就是要照破黑暗啊，我们的烦恼必须透过呢念佛才能把黑暗的心灵化为光明啊。哦，所以阿弥陀佛建立慈悲，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啊，公开念佛甘露法门，当然目的就是要无甘露法论众生故。注意经典，观自弥陀，性情真心，改成积攒，千经万论，处处积归啊。确实在佛经里头专说兼说念佛法门的很多，那这一次师父到大陆广东四会六祖寺讲经，我就是从大藏经里面呢选录了大约50段的经文，跟他们报告念佛的妙法。这50段的经文，不论专说或兼说，通通是世尊教导我们念佛的修行啊，念佛法门诸经广说实在太多了啊，没有一句是菩萨讲的，通通也是世尊讲的啊。所以我们如果知道，做出大爹也好，还是讲释迦如来也好，千经万论处处积归，念佛求生西方佛国，我们再不好珍惜呢这个法门，好好脚踏实地去修行，那表示自己实在是跟阿弥陀佛太疏远了，也太愚痴了所以众生皆心皆同积攒。对释迦如来与十方如来共同一心嘛，指引西方赞叹弥陀，使众生起念佛心，求往西方。有这个因缘，地主如来密遣佛林别算了，所以阿弥陀地书释迦牟尼佛密遣威德依夫人特别选择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虽然是威德依夫人选的，但是有释迦如来与弥陀如来二尊共同对威德依夫人的加持，令伊做出上聪明的选择，念南无阿弥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两段说文在咧甲咱讲这样的道理，咱可以得到真好的结论。第一，净土法门是他立的法门，也是佛立的法门。因为为着有人公大献国，看到十方诸无量清净国土是世尊佛力加持，过来为着有人选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凡夫上容易去得了净土世界。所以当然生在世尊万法时代，注意例外。如果你是佛菩萨的时候，刚才我所说的道理参你都没关系，你不用听也不用做，因为是圣人的时候，由于人间功德众生。但是你的随业流转你来凡夫，刚才我跟你说的道理，你不但要听而且要做，因为是你
道得了的佛国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是你修的成的法门，阿弥陀佛的本愿妙法。道理知道之后，就去做啦。将食谱呢看完了，就是要去买菜做料理，照食谱里面的烹饪方法实地的做一遍，把饭菜呢烹饪出来啊，然后吃看看是不是跟食谱呢所写的一模一样。那这样叫知行合一，一观德行，一行正观。那这样啊，即行并进，行景相应，就是如实的修学净土法门。好，时间也够，向注意不过这，南无阿弥陀佛。